자. 진짜 조금 빠스리네. 有没有声音了？ Oh my God, bab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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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又怎么再方向？爱情来不及变了，都送着风了却无响。I'm just a gunner for you, baby, as in growing, sailing and Judas, baby. Judah, Judah, ah, ah, Judah, Judah, ah, ah, Judah. 我是山地上的老酒鬼，老酒鬼就喝这种小米酒。Lucky not a young. What? My ball. My ball. Saya andung amaku.Asahaya bak makulai Nasa 好像刽子孩子要蛮大要十二个十八个都没有关系 OK 谢谢哈哎呀，真的成功了！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！好长的睫毛。成功了哎！¡Puta fe! ¡Imagino!
想把你们弄死。啊，你到底干？你先劈你的木头嘛。那放心。嗯，等下，都给我办了。没有，我要抓角度这样调。啊，保住，不错。你把火山弄了。我很喜欢讲，可是不懂，你不能乱讲。不会不会，因为违背那个上。没有啊，没有意见啊。啊，过来我手机呢，一定要电话。唱歌下，唱歌下。不是，一首。还是唱歌，唱歌，唱歌，唱歌。村长啊，村长，村长是我们的多梦，又不是很丢脸。有村长在，不要看。看这个。你的以后你上电视呢？你的皮肤怎么这么白？那个脸还红红的。你们拿着什么干？刚才拿着是。你看看叔叔的镜头哈。看叔叔镜头。叔叔问你哈，你几岁？嗯，十岁。十岁哪一组？讲三地卦，三地卦。没没，他是讲错，我先问国语，哪一组？太阳村。哪边的太阳？哪一村住哪一村？嗯，立行村。立行村在哪一个乡？仁爱乡哈，南投县。那你是念他那边念哪个国小？立行国小。立行国小几年级？四年级。那你泰雅族的名字叫什么？铁木。他铁木，铁木后面爸爸叫什么？瓦蛋。铁木瓦蛋哈。那个立行村的泰雅话怎么讲？瓦列爸。那旁边不要给他提哈。好，那叔叔问你一些问题哈，来，你看镜头，看镜头哈。那个问你一些，你会不会用母语自我介绍？一点点。那我叔叔问单字哈。爸爸怎么讲？看看镜头，不会就说不会哦，没关系。知道了。爸爸怎么讲？旁边不可以，不要提醒啊。爸爸怎么讲？把蛋。爸爸，你的头不要太低哈。忘记就说忘记，没关系。不会。妈妈。姐姐，你那个拼音讲。赵姐姐，等一下，我先录完。妈妈。妈妈。不会。好好，那个阿公怎么讲？阿五是为阿五。阿公要。不会就说不会，没关系，不是考试，不要紧张。不会。阿妈。雅雅。雅雅。我还不知道啊。没关系。那个。吃。男生怎么想？不会哈。那个女生怎么讲？啊，放轻松哈。帮我拨一下。那叔叔在问那个哈。有啦。眼睛拨一下。好。好。揉捏。好。再大声点，眼睛怎么讲？揉捏。鼻子。目糊。通了吗？啊，快点。嘴巴。嘴巴。那个耳朵怎么讲？爸爸。那，头发呢？你还可以喝酒吗？你不知道。头怎么讲？头。你是黑孩子，怎么黑的？我们都不会一辈。不知道就说不知道，没关系。啊？手怎么讲？手。手怎么讲？很冷啊！那你把你妈妈带走，我就没办法。我要是有问题的话，我就脚呢？好了，那叔叔再问一下，我问一点动物的名字哈，猪怎么讲？哇！狗。飞鼠。飞鼠。快点下来啊，不会啊。我骂了你妈妈。鸡怎么讲？鸡。它是长辈。牛。打金。鱼。螃蟹。彩虹。水。啊、彩虹叫什么？还要怪我们的。那个
在哪里？水怎么讲？水还在那边。水怎么讲？吃饭怎么讲？吃饭。洗澡。那给我买一瓶。我不给你啊，这种人的安全啊。睡觉。你的孩子都好。要给他们，你回家。这个责任你不要负。你看镜头，镜头，你看这边，看什么？这个手上。我杀那个。回家，回家会不会讲？那那个地瓜会不会讲？他说千万千万一滴也不能喝。蛇。八点多而已，我去那里说。蛇怎么讲？啊，那恐怖啊！八点多，妈回来就说是蚂蚁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会不会讲？会不会？有没有教过？有教过忘记的，是吧？那个火会不会讲？那个火。木头。木头。竹子。先打先打先打。他说我们有责任怎么办？哎，叔叔再想一下哈。很冷怎么讲？很冷。没有责任，就是你讲的。很冷怎么讲？很热呢。这下，我看还有什么没问到的。不是啊，不要说。有没有我没有问你会，我没有问到你会讲的母语单字。你最常骂我的。来，喂，来，你变了。哦，那个，对，啊，那个肚子怎么讲？喂，屁股。变。不讲。啊。这样哈，我看还有什么字哈？你再讲一次，你那个傣傣样的名字怎么念？傣木，傣木，傣木什么？瓦蛋，傣木瓦蛋，是不是他的中文？傣木瓦蛋哈，十岁的还是九岁？十岁。例行国小四年级。嗯，好的。立行村太雅话再念一次。我又没有跟你妈妈哥讲。立行村，啊？怎么念？立行村怎么念？马里巴。你妈妈在不在电话？大声一点。马里巴。马里巴。哪个？很棒啊！等一下，叔叔照一下。你是体育班的吗？不是。那不是我。会不会口黄琴？就是那路。学校有没有教？学校有没有教口黄琴？开玩笑哦。哎，平常有没有在学母语？有吗？都跟谁学？老师。有没有跟你的雅弟有带师学？我跟你没有在教人家。要多学一点哈，下次叔叔再录一些，好吧？哎，谢谢哈，让叔叔给你看一下，好，谢谢。Thank you.
我爸爸叫简道，爷爷是牧师。是龙头吗？还是道？道的古董。